玩滑板车了，咯咯咯，咯咯咯。哎呦，这是谁叨我呀？叨了我好疼啊！嗯，这是鸡妈妈的家，一定是她家的鸡宝宝叨了我。哼，我告诉鸡妈妈去。鸡妈妈，鸡妈妈，你快出来呀！哟，是乔治呀，你好呀，乔治。不好不好，鸡妈妈，你的鸡宝宝它叨我啊！我的鸡宝宝它叨你，不能吧？就是就是，我刚才在你家门口路过，他们叨我了。不信，你把他们叫出来，我问问。那好吧，我叫我的鸡宝宝出来。孩子们，快出来呀！怎么了，妈妈？乔治，你看看是谁叨你了？让我看看。嗯，不是他，那也不是他。嗯，也不是他们两个。嗯，那是谁叨的我呀？咯咯咯，咯咯咯。哎呀，鸡妈妈，就是他叨的我。那是我们家打鸣的大公鸡。大公鸡，你以后出门不能叨人了。刀人是不对的，咯咯咯。